喂，啊，李科长，怎么了？冯组长过来了。行，那个我马上安排啊。那个你有什么情况，随时跟我汇报，用步话技术啊。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那姓冯的现在过来了。哎，他过来干嘛来了？挑毛病来了。他要是存心想挑点毛病，那还不容易吗？啊，本来就爱挑毛病。哎，你这么一停电，他不定挑出什么毛病来呢。行行行，建局长，您消消气儿，我这马上亲自去办，立刻恢复供电。不是你老笑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高兴呢？不是这个新盖的茅厕三天香，这冯组长这三板斧还真挺吓人的，就不知道以后能闹出什么花样了。小郑啊，在办公室写检查呢，老监狱长呢，还在医院的病房躺着呢，还好意思开玩笑吗？多少事儿等着咱们办呢，啊？同志们，太难了。哎呦，赵师傅，手机收起来，你快点干活吧。哎，要不然这修理费我出得了。那哪行，这我本职工作，您出钱我哪能收？再说了，我要您这钱，我不成了这职业犯罪了，又落您手里。这反贪局都已经规划给监察委了。哎呦，再怎么规划呀，你们也是老熟人嘛，是不是？别聊了，你赶紧干吧。哎，我有点事儿啊，抓紧时间，赵师傅啊。姐，咱还是走吧。我估摸着这儿以后得经常停水停电。监狱长说话都不管用吗？不是监狱长说话不管用，但人监狱长不能亲自来当水电工吧？那些真干活的人奖金没了，人家是真生气啊。那干起活来真给你使坏。咱要是继续待在这儿，估摸着以后甭想安生。那行吧，换地儿呗。走吧。记着锁门啊。喂，郑主席，我跟领导请示过了。他什么意思？领导说完全让派出所公事公办，一切按流程办理。他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他您别着急，领导当时在开会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我相信李所长啊会有自己的理解。要是鲁春阳又想出什么新招呢？这个李长胜是一个小小的所长，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吧。是是，李长胜这是个脑子轴，只按老张的字面意思去处理问题，那怎么办呀？难道让张一伟就靠着这50%的希望去生活吗？万一强奸罪成立，让他一辈子背上一个强奸犯的罪名，我还怎么活？郑主席，您别着急，是这样，我现在就给李所长回电话去。您啊，最好让熊少峰再使把劲儿，这个最有效。这是非要逼着我去跳楼啊？郑主席，您息怒，听。公事公办啊！他完全不拿张一伟当他的儿子呀，这是。谁的儿子在他跟前都金贵，只有他的儿子在他跟前不值钱呀，这是。喂，你好，陈秘书。喂，
李所长，我跟领导请示过了。领导的意思是让咱们派出所公事公办，完全按照流程办理，绝不搞特殊化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陈冕一定要去国外鉴定。对方说了，一切按正常程序来。啊，首先我非常钦佩你们张书记的铁面无私，一视同仁。其次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分局的鉴定技术靠谱吗？你们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？一切按正常程序来，正常程序就是把录像送到分局鉴定，普通老百姓不会质疑分局鉴定的水平。领导也说了，所以咱们现在必须按正常程序来。您是复读机吗？这普通老百姓打您嘴里说了不下20次。我也告诉你，我的公司叫电眼科技，专攻人脸识别技术，国际上的一些前沿视频技术我们也算是有所涉猎。就这个视频而言，一定是用了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视频合成技术。我是的的确确没有做过，要不我也相信它是真的。就在几个月前吧，有几个国外的教授发表了声明，说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最新的视频合成技术，他们修改过的视频完全可以做到天衣无缝，看不出任何修改过的痕迹。你跟我这儿讲科幻小说呢是吗？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啊，张一伟。一切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吧。王志，一会儿带他去留置室。是。李所，我也想跟您套套近乎。就要黑了，我不想跟这儿过夜。我们更不行。您真的可以上网去查查。张一伟啊，是这样，我一派出所所长，我无权建议分局、建议市局用新的标准来鉴定你的事情。那当然，很可能真的有你说那么一套系统，但你得跟你父亲说一下，给整个东川引进一套这新的系统。巡回检查制度，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的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。这既是监狱检查方式的重大变革，也是检查理念的一次革新。巡回检查的优势啊，就在于可以提高监督的敏感度，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检查人员因熟生浮、因熟生懒等等问题。同时呢，也有利于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时效，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是一件好事。哎，老袁，你认为呢？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嗯，据我所知啊，目前在我们监狱的检查系统，我们确实存在着派驻的人员长期在同一个监狱，而且人员相对比较固化，久而久之就跟监狱的警察成为了朋友和兄弟，啊，大家是你好我好，就谁都不管。这确实弱化了监督的效果，失去了监督的意义。说得好，关于如何落实巡回检查制度，如何既能发挥好派驻检查的便利，又能发挥好巡回检查的优势，大家可以一一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，啊，切实把上级部署的巡回检查制度改革在全省的检察机关落地生根。回头我们大家好好讨论研究一下，明天向您汇报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吧。啊，小李啊，你通知一下办公室里的全体同志，我们开个会。我还有个事情要去处理啊。就落实巡回检查制度，我们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。好的。呵，豪车呀！我要是有一辆就好了。乱讲话。邓律师，哎，肥佬，又来看望罗主任。哎，让你猜着了。老婆，任务顺利完成啊！米振东，老婆孩子，施工队的地址。还没领证呢，别瞎讲。介绍一下，同事王鹏，政法大学的高材生。你好，你好，邓耀先。先生律师事务所，执行合伙人。名片，名片，你骗谁呢你？你东西送到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这样，
我先走，你们慢慢聊着啊。王检察官，有什么事情要欣然找我。好嘞。马上要领证的人了，我这么远跑过来看你，不请我上楼坐会儿？我哪能跟你比啊？这大白天的我有工作啊！你刚给我送的这资料，我得赶紧整理然后汇报。行，那今天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在宿舍等你回来。爱等不等？把你这破车下次别停门口。哦。什么门呢？还怕丢人吗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人都让派出所抓了，人赃俱在，这还藏得住吗？对不起，领导。对不起什么呀？啊，又不是你强奸了人，是我那个宝贝儿子犯的错，你对什么不起啊？您消消气儿，那个。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您讲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。你说。领导，您看现在这事儿，这不是明摆着是别人想陷害张一伟，通过陷害张一伟达到对您施加的目的，您现在还跟家里人置什么气呀？我不跟我这个逆子置气，我跟谁置气呀？那咱们得反击，要不然真的就被动挨打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击啊？啊？你转告郑双雪，让他不要瞎起哄。张一伟犯了事儿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我张有成没那么容易被整垮。警察大哥，我真没偷东西。不是，那孙子欠我钱，我去他们家拿钱去了。不是，你们的讲道理，真的不能这样唬人吗？哎，大哥，警察打人了！警察，警察打人了！警察大哥，我真是被冤枉了，真的，我没偷东西，真的呀。你现在有盗窃嫌疑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我们有权留置你12小时。不是，我谁都明白，我没偷东西，真的。那孙子欠我钱，我去他们家拿钱去了。滚蛋！你讲的证据吗？你把我塞在那里吗？是咋回事啊？我操！臭还是臭？过去啊！阿姨，我想清楚了。虽然我跟一伟认识时间不长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是一个尊重女性的人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跟张一伟是有些冲动的。但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以后，我是想认认真真的跟他在一起的。乔小姐，你能这么说我很感动，但是现在真没有办法。那视频资料是清楚的，视频里面的声音啊画面清清楚楚，怎么都抵赖不了的。不，阿姨，现在科学发展得非常快，视频这种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就有一家高科技公司专门研究修改视频的软件，它能将原来视频里面的画面跟图像还有声音进行修改，你是完全看不出也听不出任何破绽，也看不出有任何被修饰过的痕迹，就算用专业的软件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在新闻上看到过，朋友圈有人转发，还有人说亲眼看见过。这公司自己研究出这个软件之后，自己都把自己给吓着了，因为这个一旦推广出来，将会在全世界
对许多行业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及社会安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公司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推广出来，说是要等到立法之后才能推广，主要针对影视创作方面。我自己那本小说不是很快就要变成影视剧了吗？所以我最近对影视方面的消息十分关注，我是不经意间看见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万彩妹手机里的视频修改成了就是现在作为证据的那个视频？嗯，是有这个可能。还有一种极小的可能就是张一伟真的强奸了万彩妹。哎呀，是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要是他爸爸知道了，非得气死不可啊。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赶快安排一下去鉴定，咱们还不知道结果呢。嗯，对对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让你也跟着一起担惊受怕的。如果证明一伟没有问题，他一出来我就让他去找你啊。嗯，谢谢阿姨。你回去吧。嗯，再见阿姨。嗯，哎，瑞哥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少峰啊，你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您讲。一伟这边的情况又有点复杂了，需要你那边加强一点动作。张主席，我这边也不太顺利，主要是那个姓冯的，他老捣乱，他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整黄四海，搞不好人对方就怪到我头上来了。哎，这个冯森干嘛要这样啊？他不知道这样会招来报复吗？他是人张书记的人，人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他只管他自己痛快，哪管我的感受啊。瞎胡闹，净添乱。哎，我问你，这黄永红的事情能不能操作啊？郑主席，电话里不方便说这些。这么说吧，就我们一定啊，就是按照程序走，按规定来，就只能讲到这儿了。行，我明白了，那就让程序走得快一点儿。我们的目的是和谐稳定，并不是大家抱在一块儿同归于尽，对吧？是是，明白。检察院的，想找童小娟了解一下情况。哦，检察院的，行。大嫂，振东哥那边来人了。进来感觉是到了，到哪儿？到了民国似的。没事吧？应该没事吧？咱又没欠他们钱。
小娟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罗欣然。你好，罗主任。这里是？这是我们巡回检查组的冯组长，也是930杀人案专案组的成员。监狱那边有一些情况涉及到米振东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啊，你好，冯组长。哎，你好，冯森，您就是米振东的爱人童小娟？是是，我是童小娟。我正好在沏茶呢，进屋喝杯茶。需要我做什么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好。来来，这边请。来。请吧。请什么请啊？往哪儿请啊？留置室。不是现在派出所不让设留置室，你们这是怎么？张公子，你要是来视察工作，请先把自己洗清了再说。现在先委屈一下，进去待着吧。走，快点。王鹤，过来。我跟你说了，注意点工作作风。你不知道这张书记儿子吗？张书记儿子怎么了？我最讨厌这种人了，仗着自己有关系牛哄哄的。他牛什么牛？他不跟这儿瞎起哄吗？反正我不想当所长。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得罪就得罪了呗。老贺，你崽子！来，喝茶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看来咱们这施工队很有信仰了。嗨，这都是振东一直坚持的。他是个特别讲义气的人，我们都是跟着他学。啊，当然，也有人认为什么关公像啊，什么茶缸啊，这都是表面现象。冯组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实质本身？就像有的人。满口道德正义，背地里男盗女娼。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讲究忠义二字，还要看他的做事方式。没错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嗨，瞧我都扯远了。冯组长，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，敬请直说。我知道，我们家振东是在你们那儿改造的人，毕竟他是犯过错误的。这我心里明白。好，那我就直说啊。我们来呢是希望您能配合我们一下，劝劝你的丈夫来帮我们一个忙。嗯，那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那儿一个服刑人员，他是930谋杀案的当事人，他最近出了事儿，胳膊在监狱里被打断了。他说是一个管教干部打的，但是管教干部不承认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那段是个监控盲区，就是监控看不到，所以两个人各执一词，谁也不服谁，那我们就没办法来定案。我明白，您是想让我说服振东作证。米振东呢是跟这个服刑人员一起来经历了这个事儿，应该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但是呢。但是米振东他可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吧，他不愿意出卖任何人，也就是说不愿意配合我们说出真相，因为他要是说出来，那他那同屋的服刑人员就可能会加重刑罚，这可能超越了他的底线。冯组长，如果是这事儿的话，恐怕你们找我真的没什么用，因为我太了解他了。他要是一旦做了决定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哦，佟大姐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您还是得劝劝他，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许多人的清白，甚至是人命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非常关键。况且这个案子最终我们一定会弄清楚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如果米振东愿意配合我们，愿意作证，他可以立功，甚至加分。可如果到最后我们发现他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但是不肯说，可
可就适得其反了。抱歉，大姐，您这身手是练过吗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练什么？我上哪儿练去？这都是振东教我的。他跟我说啊，做事情一定要讲究方法，要判断趋势。其实刚才不是我手快，是我知道这苍蝇啊，它受到惊吓以后往哪儿飞，所以刚才我那个动作是让它顺着它的方向飞到我的手心里，真不是我手快。那在我看来，能判断苍蝇往哪儿飞，比手快厉害多了。嗨，能看出来啊，这个米振东确实是很有个性，我们到这儿来也感触很深。那我们就不勉强你去劝他了，好吧？但是我们也别白来一趟，正好借这机会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给米振东带的礼物啊，或者什么东西啊，不一定是吃的喝的啊，哪怕是一句话、一句问候，就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啊。因为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啊，就是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求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。您这突然一说，我真想不出能给他带点什么。你们能见到我爸爸？别不懂礼貌，叫叔叔阿姨了吗？我闺女，来，小米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能见到我爸爸？可以啊。那我想给我爸爸带一件生日礼物，行吗？今年他的生日我没法和他一起过了，我想提前送他一份生日礼物，行吗？可以啊，非常好。你去准备，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帮你带进去。可是我现在不能马上准备好啊，这件礼物我需要好长好长时间才能准备好，你们能等我吗？小米，你要准备什么礼物？要花那么长时间？我刚学会怎么用纸折小猪，我想送给我爸爸48只小猪佩奇，他今年48岁了，属猪的。我想让我爸爸像小猪佩奇一样可爱。小米啊，你看这48只小猪啊，确实得折挺长时间的。要不我们大家帮你一块折，这样比较节省时间，你觉得行吗？可以啊，叔叔们也可以帮我一起折。叔叔们也很想我爸爸，但是啊，我妈妈最想我爸爸，但是她不说，她就晚上一个人在那儿哭，呜呜呜的。行了，小祖宗，非把我的糗事都说出来才行是吧？二位，要不然这样行吗？一会儿让大家伙帮孩子一块折，正好趁这功夫，我亲手给二位做顿饭。你们大老远的赶过来，总不能让你们饿肚子回去啊！哎，关老爷都不答应。我看行，这关老爷都说不过去啊，是吧？哎，得嘞，那太好了。行，我们去准备啊。帮着他们折小猪吗？不是，去折小猪。岁数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嫖娼吗？而且肯定嫖完没给人钱，是不是？又来一个！哎，我还没你说完呢啊！你说说对不对啊？你说就我这点破事儿，够得上是盗窃吗？那孙子欠我钱，我去他们家拿钱，我哪知他们家门没锁呀？没锁就没锁吧，我以为那人在屋呢，我就推门进去了。谁知道屋里没人，没人就没人吧，也不知道谁保安给我点了，然后就给我整这儿来了。你说多孙子呀！他马文武欠我钱，欠债还钱，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？我这话放这儿啊，这孙子今天要不找人把我给捞出去，明天我出去我就灭他全家，还不讲王法了？老二丢了。
我不是得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很冤枉？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老伴儿啊？你打不打不打？那边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刚才说那些话，你都听见了吧？你说我冤不冤？啥意思啊？给我装逼呢？你安静会儿啊，我烦着呢。我烦着呢！我操！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说烦着呢。你都进来了，还跟我装什么高冷啊你？你以为你谁呀你？哎呀！看看东西，跟你有关系。我说了，我烦着呢，你给我安静一会儿。你知道我是谁啊？就跟我有关系。他，你牛逼，牛逼啊！来，等啊，等我没说啊，等我没说，等我没说啊。你们张小成的儿子张一伟吗？你看我把你挡上摄像头了吗？看，赶紧看一眼，看完你能马上出去，知道吗？啥意思？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我告诉你，不用这种方法，东西根本带不进来，没时间了，快点，再看一眼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一眼。别不好意思跟你说了，放开，来，上去。你我。我打人了！别以为我是你打人的，哎！啊！别以为我打人了！垃圾人，干什么呢？他动手打我！王八蛋，自己把自己别打坏了，想阴我？证据有证据吗？老爷子，你跟检察同志说说，是我打的他吗？老爷子，对，大爷，你说实话，刚才进来咱是不是就聊了几句，然后他就截我裤子，我不让他打我鼻子了，打烫了。你个垃圾人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怎么着，我不可能在这儿待一辈子。你等我出去呢，你看我怎么弄你！哎呀妈！起来！警察同志，你知道吗？他弄死我，我害怕。记录仪给录下来了，他要我命。谁在说话了？赶紧，王哥，带他验一下。我让他打我！我让你别说话了，带他去医院验伤。是，我详细鉴定。我要去医院，我要去医院，告我！我让你跑！你再回来断了我的身体，能折了都给你折了。说话了吗？因为你是傻吗？我问你，你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，阿周。强奸案是有争议的，等结果出来你没事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我现在也没事啊。你打人了，强奸案不成立，打人成立。这个刘云卫很明显就是别人安排过来故意挑衅你的，你上当了，张公子，我恭喜你上了别人的圈套了，等着别人过来要挟你爸爸。鼻梁骨折一般鉴定情况下是轻伤二级，如果对方达成谅解不追究任何责任，可以罚款了结，但如果对方追究责任，你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尤其是你这种身份，如果这件事就被舆论宣传出去，社会上有很多人会过来围攻你父亲和政府。你知道你这样，你把我都给害惨了吗？我就是一小小的派出所所长，我下有民意，上有国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太难了。
又为张一伟真下手了，打不清啊！我他妈去法院，我去法院！你瞅我爸爸，我鼻子都打歪了。张一伟看来是真急了，要不要帮忙？我进去！我他妈把我鼻子给打歪了！这进去！我来，我给我，我进去。效果达到了。折得真好啊，彤姐，你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去杀只鸡。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吗？哎呀，杀鸡这个我还真不行，我还是头一次见杀活鸡呢。是吗？这你自己敢杀呀？这有什么？小事一桩。去年我们还养羊呢，可惜卖了，要不然今天我亲手给你宰羊吃。你胆儿真大。每条命有每条命的用法，鸡。老天爷就是安排他给人吃的，振东，老天爷就是安排他坐牢的。可惜坐牢还不知道讨好管教。那我就不帮你了，我去帮孩子逮小猪。谢谢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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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折得真好。
厅长吓着你了吧？这鸡怎么逮就逮不着，他就是不想死。当然，他当然不想死了。是，谁都不想死，都不想认命，都想抗衡一下。可是，这抗衡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鸡它就是给人吃的。哎，这书架上这么多书，都是米振东买的吗？关老爷立在那儿，这些都得跟他配套啊。哦，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既然米振东这么崇拜关公，讲忠义讲道德，怎么还会犯盗窃罪呢？他那不是犯罪，他叫杀富济贫。再说他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啊，他是为了兄弟们。当时兄弟们的工程款根本结不回来，都揭不开锅了，他实在没办法，所以才找了个坏家伙。坏家伙？可是我听说那个被偷的人是个有名的慈善家呀，还做了很多公益的事儿。那你是没调查清楚。公益，他就打着这个幌子。你知道他骗了多少老百姓吗？多少老头老太太一辈子的血汗钱被他骗得个精光。明白了，你们自己有自己的逻辑，这样生活确实也挺好。可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啊，还是得用法律来管这些事儿啊。鸡有鸡的命，振东有振东的命，得认。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。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。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，迷失的方向，拼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。